介紹 WE 的盒子炮712。咁以前咧，國民黨打日本仔咧，就係用呢一支手槍噶啦。咁呢支手槍咧，就好多地方都有出產嘅。咁啊，原產地就德國嘅。咁而呢一支版本做咗 marking 咧，就係民國軍事嘅 marking， 所以咧有呢啲中文字嘅，仲有個太極 marking。咁啲色澤咧就非常之有進步嘅 WE， 成個感覺咧就已經跳咗去跳咗另外一層次，係啊，令身質感唔錯嘅。咁跟槍咧就送一隻長夾，而短夾咧係分開買嘅。短夾就非常之短，拍咗佢咧就齊咗個 MacWell 嘅轉頭試槍。咁而這個呢個咧係個膠嘅，但係外觀好似木嘅托加 holster， 一陣間玩俾你睇，試咗槍先。好，確咗槍啦，而家試射啦。好，咁啊，清咗槍啦，就咁樣會有布洛嘅設計，咁啊，比其他牌子已經好噶啦。呢個地方好啦，咁而家入隻長夾落去試一試長夾啦。咁呢支槍咧都有個 full auto function 嘅，咁個 auto 就要撳咗佢再托後邊。咁如果吹風筒咧，個 rate of fire 更加快嘅。哦，個蛙佬可能硬得滯，夏天。未再嚟，可能要放啲氣。好啦，而家擠咗啲油，搏多一下就搏開咗啦。咁啊，好高頻嘅，頭先有幾飛打上天添。哇，好爽！這個是槍托加 holster 的二合一設計，按這個掣就開出來，這樣拔這支槍了。那我跟客人吹水，原來他阿公那個年代打日本仔是保留了這支槍在他家裡的大陸的家裡。那個 version 有些不同的，同一支，因為早期型是沒有彈夾設計，全部是頂抽起的煲之後在頂入下去，我想都只有五六飛而已，也都沒有這個粒位的，沒有那個 marking， 也都沒有 full auto 的，後面也都沒有這個粒位，沒有什麼特別大的 marking 的。反而那個菜刀柄呢就沒有紋的，就這一塊平的木。那麼、那個托呢也都很簡陋，一個鐵線向後面伸延，跟著撞到一塊木那裡，就是這麼簡單，沒有說現在這個這麼精巧的。那麼現在可以上下個上下柄看看，咁樣閂翻埋就箍腰嘅，咁我呢度有個扣啦，咁就上去嘅。好啦，呢、這個就係裝咗托之後嘅樣啦。哇，個托都幾長嘅，其實試下上膊睇下，係咪仲好似仲長過 M10A2 添啊？嗰個托咁樣計法，係咯。咁啊，遲啲再做多啲 review 啦。好，橫掂都係爽多轉啦，拍多次。好正。